现在排的都是往这里去，都是往这里去的，就是要一绕一个大圈的。对，哎，就回去。说这边的如果可以，我们就一波人都可以比较，shortcut 的哈，短暂的从这里先回去。捷径。对，捷径的。然后这里你有一个关注的，有一个隔离的是最好。有吧？好的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全部是这边下。要好事要出一点这种七七八八乱七八糟的，走正道还是不行。终于赶回酒店吃午饭了。四八也可以。全好四十六的凤家轩是江华，浙江今年是19岁。全好47的冯家慧来自四川成都，今年20岁。编号48的龚傲来自黑龙江，今年19岁。等一下有时间在你们房间还是走廊练习，尽量用脚尖走交叉，走交叉。正面你拿这个装啊，不是吧？
你弄到我衣服了，真的，干你呢？你刚才讲到没心情嘞，不冷嘞，今天又盖吗？